斗地主游戏风靡全台，请看我们的分析报道。你好，我是陈主播。我是诺主播。是陈主播。斗地主的顺跟大老二有何不同？哦，他最少五张，最多可是无上限哦。哇，那我如果我出二三四五六就是最大咯。哦，错，他顺是从三开始，三可以一路出到 S。 哇，一次可以出十二张哎。哦，对啊，很过瘾。那如果我出三四五六七八到 S 的话，那我就等赢咯。不，我还有炸弹呢。哇，那就是二铁子咯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已经从三出到 A 啦。你这个败子好聪明呢、啊、还有更多好玩的牌型和方式，我们下次跟大家分享，我们下次见。哇，这好强哦。对啊，但是你出了四张了，我还是会赢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两张鬼。对哦。